没有线的，它也可以。好，这个再撞到就不是擦撞轮胎这么简单了。So close. 还要继续吗？不用了吧。Auto Park 在2024年回归咯。更让人开心的是，新款的车终于能够使用 Auto Park 这个功能。目前为止，特斯拉有三种不同配备的车，一种是刚才提到的新款车，使用的配备是 Hardware 4.0 Lighting Chip， 摄像镜头是 5MP， 车体没有 Ultrasonic Sensor， 简称 USS。另一种是老款的车，配备则是 Hardware 3.0 Intel Atom， 摄像镜头只有 1.2MP， 并且有安装 USS。 还有一种就是介于中间，使用 Hardware 4.0 但也有 USS。 这次 FSD Supervised 第12版推出 Tesla Vision 的 Auto Park， 新款的车才能够使用这个功能。那么旧款车的 Auto Park 功能是否比较差呢？本片展示不同配备的车与不同软体在各式不同的停车位使用 Auto Park 的状况。那么就由这台蓝色的 Model 3换新版演示新款车，旧款的就由我们的老爷2018年 Model 3来演示。其中特斯拉在12:03时把旧款的特斯拉也配上 Tesla Vision 的界面，因此老车主也能够享受到新款2024年 Auto Park 的好处。本片开始之前，请先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也请大家注意左上方的资讯，因为同一个停车位会使用不同的车与不同的版本做测试。换新版的软体版本为12:03，而我们的老爷车是12:03、12:03.4，与有 Tesla Vision 界面的12:03.6。我们也有2020年 Auto Park 的经典画面，影片连结在资讯栏里。那么就从最一开始的12:03.3开始看吧。Auto Park 演示顺序不是依着软体版本，所以请别乱跳哦。
你慢慢开嘛，然后他看到有位他就会跳出一个 P。 停那个位，跟以前一样啊，他不跳出那个 P 我没有办法。快点停进去啊，我就很丢脸哎。吓死我。还要继续吗？不用了吧，停了啦，拜托停啦。看看他会不会找位置。好奇怪哦，我的不是这样哎，别人的车就是没有自动停车吗？好讨厌啊。所以我得解除自己开。嗯，他现在解除也没有 ACC 了，解除就解除了。啊，那就是这个样子啊，自己找。你要慢慢在某个速度以下，慢慢开，然后它就有一个 P 出现嘛，然后就可以开始停。我刚刚踩电门，我一踩电门，它就会解除了，因为那台车在等我，我不想让它等，那就重来一次好了，重来一次。这个位他不给我，那你不是一定要等到他有 P 啊 P 出现？
当然，我不一定要等它批出来嘛，我自己也可以来。你看，我自己把它摆一个好一个位置嘛，然后按倒车，它就有了。好了，先讲了。这东西阻挡石斜斜的，我怕它我的轮胎被它刺破，因为它上面有时候会有钉子嘛。因为我的车不是 Hardware 4.0， 所以他们有那种影像的，我没有嘛，所以看起来我们的 Auto Park 就没有像他们的这么真的叫做 Auto Park。我们还要自己做很多动作，你看，我们自己啊，不要停这个位啊，这个是残障人的位，好像他们的车是可以一直绕停车场，然后找到位吗？然后他就会自己停。可是我们还要自己做很多动作，比如说要自己要弄成倒车，然后还要按开始。他们的好像就不是这个样子了啦。当然，那个 Hardware 4.0 是2023年过后的车，全部都是 4.0 的。然后他们也没有那个感应器，有没有？所以你停车的时候，它不会哔哔哔，什么都不会。据我所知是这样。其实这个停的比我以前试的还好，那个很小的位，我现在也敢停。来，继续下一个行程。啊，我自己来啊！我来看它会不会停这个位，因为我从来没有拍过这种平行停车的。里面有个位，快来！给我位。我个人觉得它平行停车的时候还是停得不够里面，所以会被警察开罚单啊。嗯，不过新版的停得很里面。我都说嘛，特斯拉不能夸啊，夸了它就飘了。你看，我才说它停得好，然后它就……我跟你讲，我以前平行停车，那基本上这个功能我很少用啊。那我刚刚还没讲完，就是五次有一次我是停平行的，其他是垂直的嘛。然后我停这样次数的平行也从来没有去撞到那个旁边，因为它停的不够旁边，知道吗？就是大概有半公尺的距离，那个警察一定会开罚单。你看他又要再来，刚刚已经停得很好啊。你看。哎呀，不要再让我害我撞到啦！你还想后退哦？前进快点！啊啊！我的轮子！请为我悲惨的轮子点赞好吗？谢谢。
好了吗？打到底再走，不要再往外走。永不放弃的精神不错。哎呀，这打到底你就很容易转进去了嘛，真是。不要转这个方向。哎，其实久了就习惯了嘛，我就习惯它这样子啊。刚刚我真的是很挫，好不好？啊，打到最底，打到最底，这边，这边，这边。哎呀，太早起步，你打到最底再起步嘛，真是。哈哈，哎呀，前后前后，然后他不给吧，哈哈，哎，哦，好啦，然后再试一次。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好了啦，好了啦，好了啦，可以的啦。好，给你们看。到另一头去，这个一公尺半绝对被开罚单，他转不进。这样子大概有一公尺再多一点点，然后这边这一头，半公尺都不到了。
有没有？真讨厌！好，开始。这个没有线啊。没有线也是可以的。那这种啊，前后都没有车的，看看。它就不会显示，前后没有车不行。这种前面没有车，或是后面没有车，那就需要格子吧。我才说需要格子，结果马上我自己被打脸，看来我低估他的能力了。拜托，不要再撞到那个边边角角的。他这倒车也要给我急刹。拜托不要再撞边边啦，一样啦。我跟你讲，我不想再撞边边角角。上次也是这样，这次还要再来一次吗？妈呀啦！这个肯定撞啦，不用看了，继续走。啊，没有了，自己停。他不给我停了，自己停。来，看还有别的状况。每次我看到那画面，我真的是很害怕。好了，还是要对齐前面停。很近哦，很近哦。你看，我要侧着身走，可以啦，不错啦。这个没有挡住人家的出路，我不晓得是不是他会，还是刚好他就是听到不会挡住人家。看这种的他会不会？
总估计他也是不会啦，但我猜如果我帮他一下倒车他应该会，来试试看。我被打脸。好啦，他不会啦。一样。再试一次看看。这种他不行。那我来反方向看看，像刚刚那样。这样也是不行啊。帮他一下看看呢。嗯，也是不行，这都要自己来了。对，位号不会停啊。那不会停啊。对啊。对啊，他这个位号不会停。嗯。我再来试试看他不会停。换这边。够慢了吧？但他不会停这种位，你看。那我帮他一下。我调整好姿势，呦，我来帮他调整好姿势。来，看你会不会。对啊，这种位他不行。嗯。呀，很明显。这边一大堆停车位嘛，它是有画格子的，它一个一个都会展示。那我再试一试这种的，看看会怎么样。这种他就是没有办法啊。走啊，这种没有办法啊。逆向一下。哦，对不起，对不起，我你先。啊，这种的就没有办法啊，帮他一下。哎，我按倒车，它也是不会显示，所以没有办法。有人告诉我特斯拉会停这种停车位，所以我用换新版，还有我的老爷车软体版本 12.3.4 还有 12.3.6 都试了一次，看来成功几率不大嘛。2% 不过呢，我想提起的是我的车有不小心停进这种位哦，但是它只是在做停靠的动作，你们可以去《雪国游行记》那个影片看哦。
这个是线，它停在两个位置的中间。它这样也可以有一个位置。来试试。好，这个再撞到就不是擦撞轮胎这么简单了。办公室吧，知道。好，这一趟行程暂时先这样子，然后我想试试看停那个位置。还是显示这个位，没有显示那个位。喂，我要换另外一个方向。看来他不给我那个位嘛。对啊，他给我这个位，但他不给我那个位。好啊，不玩了，开始。
刚那样，我帮他一下，他就会给我吗？哎呀，不要再撞到边边了。哎，这个可以。他都要停在人家车后面了。如果是人家车子前面就很难，那这整排呢？啊，有一位，哎，耶！我终于可以停在人家车子前面了，挺有趣的嘛。它还在动哦，好啦，可以了。它这样一整排，它好像还是要停到人家车子的，依着人家的车子停。又来又来，不要这样，不要，不要再撞我轮子了。好啦，我就是要，只是要给你们看而已。他也是要停到人家车子前。我们来看一整排都没有车了。一整排没有车，他不行。倒车帮他一下，看他会不会。倒车也是不会啊，人家不会显示，说不行啊。这个版本的 Auto Park 的好处就是说，你可以找车子前面的位置。那以前的话就是你只能找车子后面的位置。那我现在也不用再拉那个倒车杆，它就可以直接开始。刚刚指的是我车子前面的位置，不是那个静止不动车子前面的位置。应该是这个位置。
啊，今天隔壁没有车，真讨厌。耶、yeah, ，真的是很感谢特斯拉为我们这些旧车主着想，你知道吗？因为我们的版本是 3.0 的，然后、眼睛也看得不是很清楚，可是他愿意开发这样的东西，也让我们很方便，然后我不需要去弄倒车上，所以而且也可以停我车子前面的位置，那我觉得方便多啊。说真的是感受到自动停车的那个功能。在哪里停车？怎么跑这么远？对啊，刚才没那么远啊。哇，好爽啊！一样的位，我也来停止。以前我到刚刚那样的时候，我就已经受不了了，现在已经习惯了。现在一整大排都没有停车，我以为一整大排停车，它也是会显示格子让我停，结果也没有啊。好啦，它就是一定要有另外一台车当基准才可以。这个没有吗？哎，我试试看帮他。也是不行。啊。
怎样？他一定要有车子吗？要有一个车子当基准。你看前面那边，这样就很多格。看我要停哪一格？我停我车子前面的位置，不是停我车子后面的位置。现在成熟很多啊，我最后次用是2020年嘛，那因为那时候那个功能就是它动作太慢了，就是很不方便，就宁可我自己听，你知道吗？那现在稍微快一些，好不好？虽然你看它刚刚那样还是卡卡，可是真的是比以前快很多。我好奇，我想听这个。呀，我想瞧一下，我要停这个东西看看。那换新版的可以，这种没有画格子的停车位它可以的。那你看，我现在走过都没有，再试一次。位置嘛，哎，给个位置嘛，这个可以啊，给个位置嘛。人工帮他。他也是没有给我，对啊，他没有给我，真讨厌。哎，再试试看。给个位置嘛，拜托啦。哎，这个位置可不可以？帮他一下，也是没有要给我，没辙了。没有线的他也可以。那后面那个人在那边打扰他，他不敢停。看，刚刚停到一半了。你看，没有线的停车位，它也可以停哦。哎，不错哎，来看它停得多紧，你看我们都打不开，你看。
你看我门都打不开好不好？还不错嘛，你看有没有正常角度？这边稍微宽一点，然后来看到后面，不错不错不错。那这个位置可以停，这停不了。我要停这位看看，这太窄了吧。没有，他没有皮耶。这个可以停吗？哎呦，哦，快帮我拍。你要 review 吗？欸 cancel。 对啊，他不让我停。好啦，我再来一次啦。他到底有没有停啊？来下车帮你们拍。好嘞，一进未检啊。这大概一公尺半吧。有一点歪但可以接受。这边比前面稍微窄一点，一公尺。嗯，你看，他现在可以按我前面的位置。
这会有点恐怖哎、欸。我刚刚已经看了它后面这个地方是翘起来了，我觉得有点恐怖，我不知道我要不要停，自找罪受吧。我死定了，我死定了啦，简直就是自找罪受。会吗？好了，拜托停停停停停停！耶！来找路也是停。我要停这个，我要停这个。不错，好啦。希望我们的全面测试画面能够让你们了解2024年 FSD Supervised 第12版 Auto Park 的能力。我认为 Auto Park 新款与旧款的车目前为止没有太大的区别，详情请参考资讯栏。记不记得我在 12.3.1 的影片里提到过，特斯拉到达目的地是一个停车场的地方，它就会一直绕，不会停下来。如果 Auto Park 能够做到在这种情况下也能显示所有的停车位，让驾驶选择或是他自己停，不需要解除，那可真的是实现了点到点的壮举呢。我希望那天快点到来。喂，听到我反而自己出不去。